哦，第三个社区，咱来万新社区发展协会。哦，真是袂歹哦。来，第四个社区，草庄社区发展协会。再来是咱新厝社区发展协会。好，来赞赞赞。再来，咱的三寮社区发展协会。袂歹哦。来，咱再来，咱是咱的顶番社区发展协会。哦，这样气势哦。好，再来，咱是咱的永顺社区发展协会。再来是咱市中心的锦福社区发展协会。哦，今仔大家精神拢袂歹哦。尤其今仔在吼，碰到这么多的许多吼，哦，非常欢喜。在现场吼，所有在许多大家早，大家好。我刚讲今仔吼，咱中所办这进摊活动，非常感谢大家安尼这么热烈的参与，啊嘛要感谢咱的天公伯啊，给咱一个这么好的天气啊，你讲对不对？对。还有其吼，啊，咱这疫情哦，会当讲延烧，已经要几年啊。啊，但是，会当讲吼，大家吼拢无法度出门，啊嘛无法度出国旅游。尤其最近哦，常常是用看到一寡吼，这媒体咧报道，啊，足侪所在拢咧进摊，好像垃圾都没有减少，啊，这个代表讲吼。我们还是要大家在落实加强来做这个哈按环保的一些哈啊往下扎根的一些工作，啊有基金啊啊咱来当这海边啊来当这哈八仙家来做这进摊，会当讲咱鹿港是依海起家，所以咱按照不管哪哪，咱得要守护这片海洋，因为有这个海才有今仔的鹿港，啊大家当讲共同为这个厂区哈来做一个守护。爱咱爱共同吼，有这个条件，这买单吼代表咱鹿港一个指标性。那尤其吼啊，这个环保宣导吼，咱拢依拢有在做，但是吼，咱嘛是爱搁予大家更加了解，亲身来体验讲啊，咱来办这进摊，能够以亲身吼来捡这物件吼啊，对咱诶这个物件吼，感觉讲吼，咱来更加珍惜，讲咱有这片海洋，有这片土地，啊，所以今仔吼，咱大家共同办这个进摊活动，能够让大家体验哦。咱登记，啊，甲大家做些宣传啊，即真正吼，咱咧为着要做环保吼，咱大家共同来遵守，下当讲搞垃圾分类啊吼，还是讲做。啊，咱后面就是讲做钓鱼的。嗯。哇，你来头几日叫你来重播。哈哈哈！哎呀，太胖了，咱重播去，哎，那不今年发上去呢？三龙港电工中哈举办这个进摊活动，邀请了哈十二个社区、三个社团共同来参与。也当讲咱龙港是一代起家，所以哈咱来过这片海洋，也当讲这片海洋是咱先人遗留下来的。所以今仔发动啊，咱十二社区哈三社团共同来咧为哈咱这来。这海洋，尤其吼啊，咱这疫情吼，到即马已经延烧一个年外，但是大家拢无出门嘛，无出国，但是最近真侪这办这进摊活动吼，看到这垃圾量都没有减少，所以我嘛发地讲啊，咱嘛是爱好来做吼这个进摊的这个活动，能够吼把现有的吼，一寡这现场一寡较杂乱的哦这垃圾。啊，借用大家的力量，能够来清除，也能够吼把我们这个。所有的海域哈，能够美化一下。爱当讲今啊啊，海洋非常的多，阿妈非常用，大家共同要来守护这个海洋，大家哈做好一个环保的一个工作。谢谢谢谢，感谢你。我而且，看呐，我这么好，我忘了。